就我走路的时候会一直想要注意我下半身这边嘛，它有一种立体的感觉，对，就把你撑起来。外面这个纱是透肤的，小腿那个地方又做了一截，你看你的小腿就是在那边若隐若现，而且它穿起来这里不会蓬，哎，不太敢买纱裙的人应该都会怕蓬，然后屁股就会大。这些不会哦，不会，因为其实它这个纱呢，它是那种软纱。近看它这个细软，它又做细摆折，它在下摆的地方有拼接一层缎面的布，哎。这个布是有光泽感的、哦、没错， S 到 XL 的人都可以穿。你看一下松紧，我已经拉了，很大，这已经可以装两个小楼了，我跟你说。它里面呢有做这一层内里，这块内里它直接就是一个布料，对，所以完完全全不怕透。粉色、绿色、杏色、杏色，我身上这一个是卡其色，哦，点点好看，点点这样子，哦，好看哦，温柔小姐姐、欸、是不是小星星？你真的蛮会搭的，我在这边混多久了？哎呦。